第四题，将氢氧化钠放入水中，请问下列哪一项是不可能发生的？我们晓得氢氧化钠是碱，它是电解质，所以它的水容易可导电。它是电解质的原因是因为它在水中会解离，它会氢氧化钠会解离出氢离子跟氢氧根，所以选项 A 跟选项 B 是都对的。那么氢氧化钠溶于水会放热，所以它叫做烧碱，这我们上课讲过，所以选项 C 也是对的。而选项出说会跟水中产生氢气是错的，是活性大的金属加硒酸会产生氢气，不是我们的碱加了水会产生氢气。因此第四题问我们说，请问下列哪一项是不可能发生的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氢氧化钠和水作用产生氢气。